毫无玄武言又遭殃，恶有克科，禾苗我爱你。사랑해。告白的方式百百种，但有人竟在棚屋的玄武岩铺刻了禾苗我爱你五个大字，照片被泼到爆料公社后，网友相当愤慨，玄武岩好可怜哦，无辜的石头。我爱你，但是你也爱过吗？不跟没水准的人在一起，滚。但也有人在问禾苗是谁，他可能是中国的网红禾苗。有网友说禾苗被猪友弄红了，但这到底是谁刻的？因为上面的这个爱少了心，是简体字，有人怀疑是中国观光客干的。我得留下些记号。中国游客就像孙悟空，喜欢到处刻字，他们也曾在新北野柳的岩壁留下中国常州赵根大的简体字，现在又破坏玄武岩，令人生气。玄武岩高大宏伟，是游客眼中的瑰宝。澎湖县政府今天派人查看，还好只伤到表皮，已清除字体，但因没现场查获，恐怕很难查出刻字人，但以后再有类似行为一定罚。总新闻不要再乱刻了。报道。